首创倒立机导入多功的运动器材，革新的产品设计，符合人体工学的发想突破，创造出美国黑石六合一倒立健身机的诞生。倒立机不只是倒立机，现在注入了新生命，它是伏地挺身机，是深蹲训练机，它是举腿训练机，是引体向上的单杠训练机，它也是双杠的训练机，当然它还是一台功能超强的倒立机。集合六种功能于一体的超强器材，就是美国黑石六合一倒立健身机。以往体积庞大的倒立机往家中一摆，可没有多余的空间再放其他的运动器材，实在有遗珠之憾。又碍于倒立机无法当训练肌耐力的运动器材，所以就却步了。现在来自美国的黑石集团看到你的需求，特别研发这款突破单一功能，能真正享受运动的乐趣又不占空间，让倒立机功能三级跳的器材绝对不容错过。倒立男女老少皆适宜，举腿男性朋友要强化腰力，深蹲女性朋友要翘臀美腿，伏地俯身男女皆适合的健胸运动，双杠男性朋友训练上半身健美的身材，单杠引体向上男性训练雄壮臂力，肌耐力变强壮了，身材变结实了，这台美国黑石倒立机它真的让我变年轻了。可以运动到全身的倒立机才是健全的器材，市面上没有一台可以兼具运动、倒立、伸展、拉筋的器材，这台黑石倒立机办得到。单独倒立机使用丝毫不马虎，身高155公分至198公分皆可使用，用料升级，全机采用高碳钢黑砂纹烤漆，耐压耐重，防刮耐摩擦，安全升级，防倾倒角度设计，加大握把，足部固定机制，安全带全部升级，功能升级，任何角度的倒立设定具有刹车装置，可以固定倒立角度，由直立至180度任意刹车固定，使用更安心。收纳升级，支撑插销拔除，插入外口即可缩减体积，好收藏，好摆放。我们是要做啥？你敢知？就是要做舒压的倒立运动，上赞哦！以前嘛，几百人可以用手控的，可以控制住刹车，非常的安全。还有角度的调试，90度、100度、120度，随便您调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才是最安全、最放心的最佳选择。运动健身模式。把背板倒立竖起，扣上固定扣环，活动式支撑握把可以灵活运用，调整好高度，插于上方可以进行单杠引体向上运动，可以有效运动手臂、肩膀、背力、腰力，对于长高也有帮助哦。体操级的双杠更是只有专业的健身中心才使用得到的运动器材，现在在家就可以一次到位，把支撑握把插入中段插口，可以进行腰力、腿力、后背肌力训练的举腿运动，换个方向可以进行双杠运动，训练上臂、肩部、胸部、背肌，有绝佳的效果。把支撑握把插入下方插口，可以进行伏地挺身运动，强健胸肌、壮硕手臂、扩展肩部、结实腹肌。转个方向可以进行深蹲的运动，这可以训练手臂的四头肌以及下半身的臀肌、腿后肌及小腿肌。我的习惯就是周一到周五教课累了，这一台就是我的舒压倒立机，周六周日这台立刻变成健身机，可以健胸缩腹，训练核心肌群，针对腿部的曲线、腿部的股二头肌、四头肌、手臂的三角肌、三头肌、二头肌，全方面训练运动，运动完伸展拉筋是最佳的收尾方式。这台美国黑石倒立机就是我健身的秘密武器。单独的倒立机没有办法符合我的需求，家里的空间有限，就摆放不下其他的运动器材，能够一机全家人使用最符合我的需求。这台美国黑石倒立机比起以往的倒立机更安全、更扎实，机身稳固，握把加宽，安全带牢固，背板又舒适，使用起来就是不一样。一般的倒立机只能延展身躯放松筋骨，但是没有办法训练到肌耐力，非常可惜。这台黑石倒立机可厉害了，它想到了非常棒的点子，结合了单杠、双杠、伏地挺身，可以训练我们的手臂、后背、腰力、腿力，可以说是一台全方位的运动器材。我的工作是健身教练，一般的运动器材很少有单杠和双杠的运动项目，
这台真的要让你拉单杠哦，体力不足做两下就吃不消了，可以证明啊多久没有重量训练了。别再提当兵有多么勇，现在做做看才知道，训练健美的身材靠这台器材才办得到。还有运动完一定要拉筋做收尾，这一台就可以让你完美的达成任务。全方位运动，美国黑石六合一倒立健身机，满足健身的需求，可以全身的运动，健胸、缩腹、翘臀、美腿、舒压、伸展，这么多功能才这个价位。有了这台美国黑石六合一倒立健身机，其他的都可以丢了。